拍我，朱浩仁是刚推出新专辑，对，公，对，来，小考验来了啊！考验是IQ 题啦，是关于艺人的 IQ 题。好，浩仁如果答错的话，要拍鬼脸啊！鬼脸三连拍。好，那破在我的 Facebook OneFM Lucas Luca 吧。第一题啊，来，哪位艺人的头发是不能分中间线的？哪位艺人的头发？二一，刘德华。为什么刘德华？乱猜，因为他现在剪啊，要光头一下。Thank you， 这是很冷的 IQ 题，答案是吴宗宪。哦 ，OK， catch 到了吗 ？catch 到。第二道题目，好，哪位艺人是用粥来洗头发的？用粥啊？粥。三。二周洗发，周润发，对呀、啊，周润发，哎呦 ，OK， 肯定是要拍鬼脸了。最后一道问题，哪位艺人最适合顾厕所？古巨基啊，哈，古，为什么古巨基？我不懂。答案是莫文蔚。啊，很发，喵喵喵。拍鬼脸，拍鬼脸，好！想要看到朱浩仁的鬼脸三连拍的话，去到我的 Facebook OneFM Lucas Luca 帮，等一下就会播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有的是朱浩仁家的时候，那对方呢就等于收到一张好人卡。那通常呢，很多时候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一男一女，那男的追这个女生呢，结果女生不喜欢他，就用一种很好一个方式拒绝他。你很好人啊，可是我不喜欢你，真的很好。所以收到好人卡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来听这首歌，朱浩仁《好人卡》。这是朱浩仁的新歌《好人卡》，是收录在他的最新专辑《武功》。对，浩仁啊，你说要说感言是吧？对对对，要来点感性的。不用，还好，开心就好。那其实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啊，一路都在支持我的粉丝们，还要感谢在听 One FM 的 Wayne。阿威，对阿威，那也要感谢我公司给我很多的自由空间去发挥我个人的想法，而且很信任我，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家人在背后一直支持我，所有的创作人、音乐人还有填词人，非常谢谢你们，还有广告商。哎，为什么特别 mention Win？ 他是因为他其实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，男生女生？男的男的哦，我以为是女生，然后有暧昧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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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近有暧昧的对象吗？最近哦，没有哎。这也不会说吧？有啊，你啊，就你啊。哦，乱说。OK， 来，这次最新专辑有什么特别要朋友注意的？接下来会有一连串的宣传，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支持我。那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武功大赛。武功大赛，武功大赛，是我跟公司一起要举办的一个舞蹈比赛，希望在这个比赛中呢，能够找出非常杰出的舞者，成为你的舞者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就纯粹是一个武功比赛。个人团体，个人团体都可以。Lucas， 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我会让苏米去跳，苏米是他肢体啊有点障碍的，他没有节奏感的。是可以吗？可以教会，可以教会，可以私底下找我向你拜师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的舞王，马来西亚舞王朱浩仁。是。OK， 那想要知道更多朱浩仁的详情，可以去到他的 Facebook， 就是 facebook.com/myhaoren。是 my 好人。对。那浩仁记得等一下鬼脸三连拍。啊，好。那谢谢朱浩仁今天上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